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讲般若识就是见末，见末在见教里面第三段，在五识里面就是第四般若识。前面讲次说般若转教复才融通逃胎，这是说明般若部里面他所说的意义是些什么东西。其次说此般若中不说藏教，代通别二，正说原教，这就是说明部中用教啊。般若部里面所用的大法四教是那些呢，在般若教典里面啊，般若中不说藏教，大法四教里面般若里面没有藏教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闻的教义在里面，纵然有啊，它的用途有两种，一种啊是会归摩诃焉，把声闻法在般若里面说的通通把它会归大圣，通通会归大圣，这小法即大法啊，这融通啊，就是会归摩诃焉，这是第一个用意。第二种重说，重述，就是说在声闻啊阿含里面曾说过什么什么啊，例如说三十七道品，站在声闻说是声闻法，站在菩萨道说就是大圣佛法啊。那么四地法也有大小啊，那么等到后文呢，法华四教地里面就说明所谓四地有生灭四地、无生四地啊、无量四地、五洲四地，生灭四地当地就是藏教啊，这声闻法啊，无生四地以下就是已经是大乘佛法了。所以纵然说小法会归大乘的用意啊，或者是重复叙述在声闻里面曾说过什么啊，那么把声闻法说出来会归大乘，这是融通，这是第一种的意义。重复叙述在阿含里面说过什么样的教理，声闻里面如何说啊，这是重述，不是哪来在般若里面有什么用途啊，只是重复说过哦。比如说跟这个小孩子长大了，长大了你跟他说你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呀，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是小孩啊。比如说这个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三四岁四五岁啊，那么他的情况怎么样，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，如何如何，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了十七八岁二十岁了，那么这个父母跟他说你呀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呀，或者是你小的时候喜欢哭啊哦，那么如何如何，那么这个时候跟他说的那是只是说他小的时候的事情，并不是说他现在啊，这是重说他从前啊，在小的时候情况如何啊，并不是说他现在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在般若里面没有说藏教，不说藏教啊，但是他有通别圆三教的教义。通别圆三教当中主要是说的圆教，所以叫做代通别二，正说圆教。这个二啊就是通教别教，代就是兼代，这个代就是兼代，兼代说明通教别教的道理，代通别二，而主要是正说圆教，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圆教的教理
这是他的目标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般若里面主要是说的原教，法华四教里面的最高的原教的教义，但是里面带有通教，三圣的通教啊，独菩萨法的别教是兼带有的，正说原教的教义。那么这是第一段，约部教啊，说他这个般若部啊，它里面的教典内容是讲些这个四教里面是属于哪一类啊，就是不说藏教啊，带通别而正说原教。下面是月十位啊，月这个日照的时间分的阶段啊，跟这个五问来说明，就是先说十，月十这雨中时第四十，月时间论这是第四十，那么就是日光普照大地的啊，照平地的时间的第二段啊，方等时是十时啊，般若时就是将近日中的时间啊，雨就是将到日中啊，雨中就是将中未中，要到日中还没到日中这段时间，以我们十二时辰来论呢，就是四十，神四无，就是四十。月问，这从生疏出熟疏，此从方等之后出摩诃般若，四熟疏问。月五问来说，就是从生疏进一步再至，成为熟疏，生疏的味道比熟疏更熟深了，啊，越相三次第，教理方面相三次第，就是方等以后，既然说了大乘佛法，但是恐怕他又升起执着，对大法又升起执着，所以要啊破除他的执着，所以般若就是荡涤他的这个执着的疑情，啊，那么由此进一步他所得的受用就更大了。所以越根基说就是所谓论浓淡啊，熟疏的味比生疏更浓更好啊。那么这就是从方等之后啊出摩诃般若，这个就是说方等以后就说般若啊，并不是说般若从方等出啊，只是说方等以后就说般若。那么在五位里面，这是第四熟疏位啊。下面第三因经证，就是引证这个法华经信解品里面所说的啊，来加以证明，引证这个经文来做证明。信解品曰啊，世时长者有疾，自知将死不久，于穷子言：“我今多有金银珍宝，仓库隐逸，其中多少，所应许宜。”这是经文，这是所应的经文啊。法华经信解品里面，就是由上面的入出无难心相体性之后，接下去的经文就这样说。啊，事实就是经过方等以后的这个时间啊，长者就是比佛了啊，长者有疾，就是人到年老啦，免不了要生病啦，有疾就是比方生病，这个意思是比佛化缘将近，他一起度化众生的因缘将要结束了啊，比喻他的化缘啊，化度众生的因缘将要结束之前的情况，好像人老了生病啊，所以叫做有疾，这个疾就是指生病说。那么既然有病呢，生老病死，病跟死是连珠的啊，既然到了这个老的病啊，距离死就不远了，所以长者自己知道将死不久啊，觉得自己距离这个死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
啊，那么因此之故，他就叫这个琼子啊来做当家了，替他办事了啊。与琼子言，就对琼子说：“我今都有金银珍宝，我现在啊，我家里有很多的财产，有金有银，有种种的珍珠宝贝，啊，我的仓库里面呢装的满满的，银呢就是满溢，满到要啊流出来了，叫做溢，水满满到流出，那叫做溢，啊。”我的仓库里面金银珍宝等这些东西啊，都是装得满满的啊。那么其中就是这些仓库里面所有的金银珍宝等等的财产种种的物品，有多少应取的、应给的、所应取宜啊，取出来或者是有给人啊，那么这些事情啊，你都替我做。啊，我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生病了啊，不能办事了。那么现在啊，你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了啊，我的家业啊，现在你要替我办了，就叫他当家，啊。那么虽然当家呀，他还是不敢认为这是我的啊，只是替长者办事而已，以这种精神在办啊。那么这个琼子啊，他虽然是替长者办事啊。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替他办，但是他还不敢认为是我的。那么这个金银等物啊，这些比方都有表法的意义啊。那么在法法文句里面的解释说，金比中道之离，金最俗称了；银比真地离啊，银是白的，比真地离啊。其中多少所应取一。珍宝是比其他的一切佛法了啊，所有的一切法门通通都用珍宝来比方啊，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就是珍宝啊。那么仓库比作定慧，仓是定是啊，库是慧，定门像108个三脉啊，这是定门，慧好像般若里面所说的空离18空20空啊，那么空离有18种等等啊，那就是慧门啊。仓库就是比作定慧法门，定门慧门啊。其中多少理本来没有多少啊，但是越种种法门就有多少，例如说三脉详细分别有108种啊，空本来只有一个，可是越对峙的那些执着类别很多，所以有18空20空等分别，显示所破的这个执着呀啊种类很多，所以叫做有多有少。理本来一个并没有多少，但是越他所破的啊，有多少？那么所应取宜，怎么样的应当取应当宜啊？还有这个多少，比作这个般若里面所说的广略法门，例如说广说详细说的就是多啊，略说的就是少，多少就是广略啊。法门里面所有所说的有多有少，有广有略，那就是其中多少。取就是自己修行，取来自己修行啊。于就是教化众生，给人呢、啊、给别人，取来教化众生啊。于就是化他，取就是自行。那么这就在这些比方里面呢啊，有表现这些道理啊。下面就是根据上面的这个比方啊，性解品里面的经文的比喻啊，显示他声闻人到了般若时所领会的意义啊。此领何意？上面引证的这些经文是表示他声闻人领解什么意义呢？答：明方等之后，自说般若。般若光辉，即是家业。空生生子
受职转交，即是领职等于，这就是说明啊，他所领的啊意义，啊，答复说，就是说明在方等时之后啊，其次说般若时，般若就说明这个般若智慧，观是修行，啊，慧就是以般若智慧来修观，啊，就是般若观慧。般若观慧啊，就是佛的家业。到了法华时附家业啊，并不是另外有什么家业附给他，就是说般若把这个般若的理啊，使他通达了，得到真实的受用，那就是附于家业。所以佛法里面界定会三不漏学啊，慧学才是真正究竟的佛法。因为戒与定啊，其他的宗教也有相似同有的地方，啊，只有般若智慧，任何宗教都没有的，啊，所以佛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般若慧，啊，般若就是佛的根本法，啊，那么这个法华时所附的家业就是这个般若，啊，那么因此把这个般若观慧交给他。就是等于把家业交给他，叫他去先去做当家，办这个家事，然后到法华，就整个交给他，说这就是你的啊。那么前面说过转教复财，啊，这里就是比方像空僧，空僧就是须菩提，是人的名字了，佛弟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，须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。也翻作善现，啊，也翻作善集，也翻作空僧，因为他是出世的时候啊，窗户都现成空了，一会儿又满了，啊，那么出世的时候窗户现空，显示他是解空第一，所以因此他有一个别名叫做空僧，啊，那么就是空僧就是须菩提。般若会上，因为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啊，由这个须菩提代说转交菩萨的这个事迹，在般若里面说的最多，啊，身子就是舍利佛，身子就是舍利佛，舍利印度话本来是丘卢，啊。子有舍利佛，那个佛翻成就是子啊，但是这个舍利佛也叫做身子啊，就是好身形，他的母亲好身形，好身形的母亲的儿子，所以叫做身子。这个身是指他的母亲，舍利佛的母亲，他的身形啊长得非常的美好，所以叫做好身形啊，他是好身形的人的儿子。所以因此称作身子，身子就是舍利佛。般若里面也经常由舍利佛转交菩萨，嗯，所以受佛的指命，受职就接受佛的指命，佛命令他，哦，你去转交那些初学菩萨，啊，受职转交，即是领职等也，这就表示啊，从此领会。啊，知就是管理，这个知不是知道而已，这个知就是管理啊，就管理这个家业，好像做当家啊。他领接受，领是接受，接受长者的交代啊，他去办理他的家业，管理家务啊，做当家啊，所以叫做领知。简单说，到了般若时啊，穷职做当家了，穷职啊，已经替长者做当家。虽然替长者做当家，他自己不敢认为这是我的，啊，好像他只是替他做总干事而已，啊，不敢认为是我的，所以必定要等到法华呀，才能够啊把这个家业整个真正的啊向大众说明，公开的交给他了。那么到这里为止，渐教，啊，渐初，渐中。渐末，这个三渐呢，都已经说完了，嗯，
顿教有顿教部，也有顿教像，建教也有建教部，也有建教像，啊，根据这个教官纲中里面说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建教也有两种意义，第一是建教部，啊，例如说建出，阿含就是阿含经，是属于建出，啊，这是建出之教，方等属于建中，是建中之教，啊，那么般若属于建末，也叫做建后，是建后之教。一代史教里面所说的，凡是讲般若的，通通属归般若；凡是属于大乘佛法，除掉华严、般若法、凡涅槃之外，通通属归方等。这是建教部，属于建教部。第二叫做建教相，建教相就是历劫修行断惑正真的位次，它的次第，一步一步的次第啊。例如声闻人啊，先修啊这个三资量，其次修四加行啊，七善根具足了，七方便位成就了，进一步才能证出国啊。出国之前有出国相，然后到出国，二国也有二国相，二国三国有三国相，三国四国有四国相，四国这个皆位分明。菩萨道里面也有皆位分明，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五十一个皆位分明啊。那么如果论这个建教的相状，不但是声闻法里面有，一切大乘佛法都有，不但一切大乘佛法都有，华严也有啊。你法眼睛里面说实住实行是回向实地，这都是次第由次第的见教相，所以越见教相说通以华严也有啊。但是越不说华严里面没有见啊，是纯粹顿的。那么这是越这个见教论这个见教不以见教相啊。到这里为止，建教就已经说完了。建教里面有三科：第一总标，第二别师，第二别师就是分三段：建初、建中、建末。这个三建已经说过了，就到这里说完了。那么建教下面第三段有个总结，看正文啊。以上三位对华严顿教总名为见，这一行文字啊就是总结，总结这个见教啊。见教里面总结的文字就是总结上面三个阶段，三位就是乐生疏熟疏这三位，这三位就是对华严的顿教总名为见啊。前面第一华严是顿教，现在对顿说见，所以这三个见呢，通通叫做见教，总名为见，都是见教，都是有见字的。嗯，先说阿含，其次说方等，然后说般若，见初、见中、见末，这个很有次第的，到这里成为一个阶段。那么这到这里为止，就是这个总科呀。大科的总科里面，庚子下月十变教，月十变教里面呢，第一月前四十名四教，月前四十名四教，由第一证明，第二结起，那么这个证明里面就是第一顿教，第二见教，到这里说完了。下面就要说第三化仪式教的第三秘密教，跟化仪式教的第四啊不定教。秘密不定这两个教啊不再分科了，就顺着文字说明就可以了。第三是秘密教，看着正文做个简单的说明。第三秘密教者，那么化仪式教的第三就是秘密教。这个秘密跟下面的不丁啊，第三第四这两种教相的名啊，
如果要详细说，应当是秘密不定。第四的不定教应当是显露不定，显露不定啊，因为这两种都是不定的，都是不定。但是这个秘密不定啊，只称作秘密教，后边的显露不定啊，只叫做不定教。怎么样子分别呢？下文就有所说明了。先说这个秘密教，如前四时中，如来三轮不思议故，或为此人说顿，或为彼人说见，彼此互不相知，能令得意，故言秘密教。这就是秘密教的文字啊。如是照，按照前面事实所说的，事实是华严、阿含、方等般若，在这个事实的教义当中，佛说法如来三轮不思议话啊，三轮如来就是佛了，不必再说，前面说过了啊，就指释迦牟尼佛。三轮呢，就是身口意，身口意。身也现化轮，就是现神通，佛的身会现神通的教化众生，啊，有必要现神通的时候，佛的身也现神通，就是身轮不思议，啊，口也能说法，口说法，啊，口说法叫做正教轮，所说的啊正法的言教。口说法是正教轮，意佛的意也是见机，能够鉴定众生的根基，鉴定众生受法的根基，就是即心轮啊，就是由众生的根基，他佛的心中照得了了分明，应当要用什么法来度他，又说什么法啊。那么这三种啊，无论是现神通、说法、见机，都是能够使众生破除他的烦恼啊，好像车轮呐、啊，能够把众生的烦恼破碎啊。这个车轮，圆圆的车轮有两种作用，一种是能够旋转，会转动，车轮会转动，是运转一。佛说法，把佛所听证的法转到众生心中，那就是运转一，使众生依法修行，断除烦恼，摧破他的烦恼，这就是这个摧颤一、摧斩一，把他的烦恼破碎掉了，消除掉了，就是能够使众生呢依法修行断烦恼啊，所以叫做轮，轮就是运转一、摧颤一啊，把他的烦恼把它破碎掉啊，消除掉。依佛的说法，依法修行，能够使他的烦恼破除啊！佛度众生，总不出这三轮啊！啊，我们众生身口意是三业，是在造业；佛的三业是在度众生，好像车轮运转不息，所以叫做三轮不思议化。不思议就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意啊！思是心里面的思想啊，思维。意是嘴巴说的话，嗯，佛的三轮度化众生的这个情况啊，不是用我们的言辞能够表达的，也不是用心能够想得到的，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意，就是不思议啊，就是不可思议。佛三轮不思议的教化众生的缘故，或者为这个人说顿教，或者为那个人说见教。啊，或为此人说顿，或为彼人说见，在佛没有分别，平等而说。但是众生所听的就不一样了，顿教众生的根性听到是顿教的法，见教众生的根性听到是见教的法。那么这里面就是包含大